你喜欢脚踩在落叶或是新雪上的感觉吗？我很喜欢啊。说起粉色头发的可爱女孩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三二一回答。这身衣服是衣店做的，喜欢吗？还是说喜欢的是我呢？你好像有不少问题想问我呢，别心急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。说起粉色头发的可爱女孩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三二一回答。